在天空，随一丝清风摘下了一块入口，形容心微微失重，兴奋又惶恐，或许你懂。沉睡冰川逐渐消融，光轻拂裂缝，想抓住这份悸动，把你捧在手中，对你情有独钟，希望你懂。陪着你置身大雨中，一起等彩虹，陪着你仰望那星空，做我们的梦，这情渴望有了所有的苦痛，就让这爱爱爱汹涌。我不管身边那些嘲弄，真而愚弄，我可以陪你笑也陪你疯，就让这爱爱爱汹涌。我要给你一份爱的尊重，我不管身边那些嘲弄，真而愚弄，我可以陪你笑也陪你疯，就让这爱爱爱汹涌。甜甜，甜甜，没事吧？可以开始吗？开始。这个小家伙还活着，看来你也没有家了。高卓，要不让他跟我们一起吧？看你，卡洛，等等，你站住！卡洛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手术的风险会比较大，我们建议您保守治疗。卡洛，你是替他来陪我的吗？这里交给我处理吧，他还在等你呢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嗯，放心。卡洛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是还需要继续留院做恢复治疗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放心吧。我真没事，我赢了。什么意思？记得我在农舍房顶跟你说过什么吗？神秘，我们打个赌吧。赌什么？就赌谁先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。我比你更先放下了过去，所以这个赌局我赢了。有些事情，我其实早就想告诉你了。你是想说在泰国那晚，想告诉我的那个秘密吗？神秘，神秘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怎么还有脸来田林啊？你能不能有点志气？你还跟这些人纠缠不清啊！别说话。甜甜，手术成功？成功了。听见了，这儿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卡洛交给你照顾了，过几天我再来看他。
你怎么一直在笑啊？我高兴啊，我真的很高兴，为你，也为我们田林。你离开了渣男，重新拿起了手术刀。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了。我们田林很快就能重新振作起来了。我们一直都不是孤军奋战，一直以来都是一家人。我真的要谢谢你们，我最难的时候，你们都一直这么毫无保留地陪着我。而且我终于做到了。我去看看卡洛。啊。嗯。干嘛？啊？说的真好，真有水平。你是不是哪本书上抄的呀？我没有抄，有感而发，我是真心的。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。哎，你好，请进。你好，您是昨天约好过来看房子的吗？看房？对。这不是顾明泽先生的家吗？啊，顾先生已经全权委托我们公司代理这套房子的租赁。我真的没想到一个单身男人家里这么干净啊。你这是在取笑我吗？我在夸你。你也是骗子。我从来不会骗你。你骗了，你骗了我。牵你的手一定要好好过，陷入无情的回忆沙漏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他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目前还不清楚。什么叫目前还不清楚？顾先生说等他安顿好了会来联系我，让我到时候把这些唱片帮忙寄给他。那个地方非常美，四季如夏。我想跟你一起住在一个背山面海的房子里，我们可以一起出海钓鱼，可以一起冲浪，可以约几个好朋友听曲喝茶。卡洛，卡洛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感觉好点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真的吓死我了，还好你没事儿。刚才你的主人说有个秘密，他已经想要告诉我很久了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
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走吧，陪我出去走走。我不打算回绿川了，也不做什么总裁了。我就在田林陪着你，跟大家一起。你看这样好吗？你说的这些是认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我当然是认真的。以前的我没有什么权利去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，也没有资格去喜欢我想喜欢的人。但是现在呢，我想为你试一试，试着放下过去。你说的这些，跟之前你要和我分手，是不是都和你想说的秘密有关？是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不会再对你有任何隐瞒。其实我……等等，你真的准备好告诉我了吗？其实我还可以再等的，等你真的准备好了再告诉我也不迟。其实我……喂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爷爷突然晕倒了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温静，你到医院了吧？卡洛情况相对稳定了，但是消炎药要继续打。嗯，那拜托你了。爷爷一定不会有事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大夫，现在什么情况？要手术吗？目前患者这脑出血量不足20毫升，再造影一下，考虑到患者年纪偏大，还是推荐保守治疗，等待自行吸收吧。陈爷爷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婚礼上搞这一出，他不生气吗？其实啊，老爷子这动脉瘤他早就知道了。老韩，这么重要情况怎么不早说呀？他是怕你们担心，坚决不让我说。哎呀，嫂子，爸肯定能救好呢，别哭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们两个不是分了吗？怎么又叫一块儿了？
老韩，嗯，既然老爷子早知道情况，那他提前留点什么东西没有？老爷子确实立了遗嘱，而且吩咐说，在他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，可以向大家公布。那现在这个情况不就适用吗？遗嘱就在保险柜里。哎，这我们走吧，妈。没事，妈。爸，我先送你回家。隐瞒病情，拖延时间，好让沈秘上位。在我和我哥之间，他就是这么选择的。到了你们孙女那儿，他还这么做，一点都没有改变。儿子，爸不是为了那点财产，爸就是不甘心。你不想认我这个儿子，我自己认。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拿回来，哪怕孤军奋战我也要自己拿回来。趁他还没上位，咱们来个机会救死。
状况很稳定，你不用担心。你那边处理得怎么样？别担心，我现在还有些事情要先回趟集团，处理好了就回天林看你。米总，老安，帮我处理点事情。沈总，神秘召集了集团的全部股东，又要开一个临时的股东大会。这几年过去呢，还有这个是给您的快递。哎，这么急着召开股东大会，这是要上位呀、啊？机会来我也不好意思，今天召集大家过来呢，确实是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，想要跟诸位股东商议一下。原本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沈荣先先生，本来要在这个月任命我正式成为绿川集团的执行总裁，但是他突发脑溢血，由于他身体状况的原因，本人没有办法亲自到场主持这场会议，所以我想跟在座的各位股东商议一下。不用了，好像表现得很悲伤啊，停止你的表演吧。各位股东，这一份文件是关于这个人和董事长沈荣先亲缘鉴定的报告，大家看一下。是不是真的？没有血也不知道。有亲属是用的。沈总不是老爷子的亲孙子。这位先生，我到底应该怎么称呼你？叫他骗子、冒牌货，叫什么都行。总之，这个人跟我们沈家没有一毛钱的关系，甚至这个人和真正神秘的失踪都有莫大的关系。他不仅不配在这里待着，我甚至要把你扭送到公安机关。完。他为什么不配？嫂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一下。老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沈明是你亲自带回来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别难为老韩了。他伪装这么多年，骗了我们家人这么多年，直接送到派出所就完了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沈宏远，沈秘可是你的亲侄子啊，你就这么害他，你还是人吗？嫂子，这是专业机构的鉴定报告啊。
是有情绪，回家再说，现在开股东会。各位股东，天元集团有重大的人事变动，我提议集体罢免这个人的所有职位，同意的请举手。好，全票通过。我不同意。全体股东都通过了。老爷子股权转让协议我已经签过字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绿川最大的股东，没有我的同意谁也别想动我儿子。我辞职。原本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辞去所有的职位。儿子，妈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他们都想害你，你放心，有妈妈在，妈妈不会让任何人害你的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妈，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。假的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我不信，都是假的。儿子，儿子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妈妈了吧？你不认我了吧？你愿意喜欢谁就喜欢谁，你愿意娶那个小天医生就去娶他，妈妈再也不管了，再也不管了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别不要我，你别不认我这个妈妈。对不起妈妈。沈秘他已经不在了。都想好了。那你接下来。接下来。我会以高卓的身份。继续活下去。你知道吗叔。其实这么多年。我一直都过得很幸福。这个位置其实我是最没有资格坐在这个地方的人，这个房间里面的每一样东西，每一个物品，每一个人的情感都不属于我，所以我只是把他们物归原主罢了。走了，没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？这件事情还没有真正的结束，以后我会的。顾先生，按照您的要求，这个是三层主楼朝南，东西两侧的偏楼和主楼是通过连廊衔接的，您看还有什么问题？到时候北侧窗户一定要开大，因为北侧的风景不错。嗯，其他没什么问题。什么时候可以动工啊？
审批手续的话大约需要一周时间，手续下来就可以打基地了。好，先去忙吧。顾明泽，孟楠，你真的打算在这里自己盖个房子啊？哦，这风景确实挺好的，除了热了一点，还是挺适合生活的。孟楠，你怎么真的把这块地租下来了？我找了一家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帮忙去协调，不过这边的办事效率嘛，就我觉得啊，你是时候应该重新找一名律师了。陈一凡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松了没好气干嘛？不是，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我问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生日你送我个灭火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过生日送你灭火器，我是有用心的。这两天我们小区天天在普及防火知识，我看那些火灾案例特别的吓人。但是水火无情人有情，是吧？所以你一个单身女性一个人在家，难免会出点什么意外的。我呸呸呸！你是不是咒我呀？我不是那意思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你，要不然这样，要不然你把我收了，有我在，我顶着，我保护你。有你在，你还不如这个顶的好呢。行了，今天你生日不生气啊？我请你吃饭，地方都找好了。不想吃。为什么呀？你请我吃什么呀？炒米炒饭大排档。今天绝对不可能炒米炒饭大排档，鲍鱼龙虾随便点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你钱呢？我为了请这顿饭，我一只特别好的股票都抛了。你有多少股票？让我看看。好，我给你看。你让我看看。我给你看。你不就在手机在兜里？你要拿出来，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少钱。对不起，爷爷。今天我还是决定离开绿川了。曾经，您给予了我那么多的信任，把整个绿川集团交到我手上，我恐怕要让您失望了，爷爷。有一件事情，其实我早就应该让您知道的。其实我并不是真正的沈迷，我和您没有血缘关系。您给我的这一切，我不该也不能接受。所以您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点都不后悔做了这个决定。因为我再也不用伪装成另一个人去过别人的生活了。
我可以特别开心的去追寻我的幸福了。我还可以和我爱的人去过我想过的生活。我的心也终于安定了，从来没有这么的安定过。爷爷，我还需要为神秘完成最后一件事情，我马上就弄清楚当年发生在沈秘身上的一切，我必须要还给他一个公道，这是我答应他的。所以爷爷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等我回来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要等我，您知道吗？这把琴我给你带来了，我现在很好，有一个替你爱我、替你照顾我的人，你放心吧。
你上次不是说很喜欢这里吗？这里开民宿应该还挺合适的。有这么漂亮精明的老板娘，指定亏不了。那亏钱算你啊。好，算我。电话。神秘。接吧。怎么了？梦楠，我记得你是不是认识一些媒体方面的朋友啊？对啊，我认识。你能帮我打听一件事情吗？好，我尽快帮你查。将我一人装下，我千百次被你融化，却不知如何表达。我只能抱紧你啊，如今你还在我身旁，一同穿梭时间熙攘。有一天，我要被整个世界彻底。